再看第二题，甲公司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。二零二一年发生与无形资产相关的经济业务如下：一月一日，自行研发一项管理用 A 非专利技术。既然是管理用的，说明研发成功之后，它的摊销额应该是要计入到管理费用的。截止到二月二十八日，发生研究人员薪酬二十，支付其他研究费用四十，专用发票注明的增值税额五点二。 研究阶段相关活动已经结束，说明前面发生的费用啊都是研究阶段发生的，所以这些费用我们是应该记入到什么？先记入到研发支出费用化支出，然后等期末了再转到管理费用。所以分录来了，发生薪酬记入到费用化支出，然后其他的研究费用也记入到费用化支出。那么其中这里面说了啊，有增值税的，那记入到进项税额就可以了。 然后在期末了，再把所有的费用化支出转到管理费用六十。这是研究阶段，我们相关的处理就做完了。然后第二个资料，三月一日进入到了开发阶段，发生薪酬五十万，研发设备折旧十万，银行存款支付其他研发费用六十，专用发票注明的税额七点八，所有支出均符合资本化条件。四月十日。 研发活动结束，经测试达到了预定技术标准，并投入使用。那么这样的话，这些支出都是在开发阶段发生的，而且题目说了均符合资本化条件，所以这些支出发生时，我们都要计入到研发支出、资本化支出。等到了四月十日了，达到了预定用途了，我们再把它转到无形资产，作为无形资产成本就可以了。 那么，然后该非专利技术预计使用年限五年，无残值，采用直线法摊销。我们顺便可以把摊销额也算一算，对不对？那无形资产成本是多少？五十加十加六十，60, 这是一百二。用直线法摊销，所以一百二除以五，这是每年的摊销额，再除以十二，就是每月摊销额，对吧？哎，巧了。 一百二除以六十应该等于二，所以每月摊销额应该是二。那我想再多问一句，请问这项非专利技术从哪个月开始摊销？它是四月份达到了预定用途了。那么请问是从四月份开始摊还是五月份开始摊？从四月份开始摊，对吧？因为对于无形资产摊销，我们是达到预定用途的。 当月起就要开始摊销，所以四月份开始摊。那么当年摊了几个月啊？从四月份数数到十二月份，你要实在不行数怕数错了，手指头吧，这是很好的辅助工具嘛。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，哎，九个月对不对啊？或者说你想一想，四月份开始，那前面三个月不摊嘛？一二三三个月不摊，一年十二个月减三个月，减个月不就九个月嘛，怎么算都行。你千万不要在这些小问题上。 你出错啊！不要在小阴沟里面翻了船，这种小错误如果出现了，影响是巨大的。好了，看分录吧。发生相关的开发支出，职工薪酬计资本化支出，研发设备折旧计资本化支出，然后支付相关费用计资本化支出，等四月十日达到了预定用途了，把所有的转到无形资产就可以了。这是第二资料我们要做的分录，再看第三资料。 六月一日，甲企业将 A 非专利技术经营出租给乙企业，双方约定租赁期限六个月。月末呢，甲企业收取单位租金十万，增值税税额零点六万，并开具专用发票，款项已存入银行。这是出租给别人了，所以租金收入我们要记入到其他业务收入。啊，有有增值税了，那再记入到进项税额就可以了。然后你别忘了啊。 那么在出租期间，它的摊销额是要计入到其他业务成本的，是、就、不是？那么看一下啊，这是从四月份、五月份，啊、呃，这是四月份，然后这是五月份，从六月份开始往后算，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，六月从六月一日到十一月三十一日，这是十一月。那么这样的话，从六月到十一月这六个月的折旧。 啊，这摊销我们要记什么地方？注意，这里有摊销，我们是记不到其他业务成本的，这点注意。然后前面我们不是从四月份开始摊吗？这两个月摊销额，以及后面还有一个月，就十二月份喽。十二月份摊销额，这两部分我们是记入到管理费用的。 一定要注意区别啊！我出租这六个月摊销额计财务成本，然后就是这一年内，我从四月份开始摊，四五月份摊销以及最后十二月份摊销计管理费用，这一块别搞错了啊！好了，做分录，收租金时借银行存款十点六，贷现有收入十万，应交税费增值税销税额零点六，然后每月月末计提利息，呃，计提摊销号每月摊销额两万。 企业其他务成本两万，带累计摊销两万，那总的摊销额是六个月的，一共是十二万。第四，十二月一日，A 非专利技术租赁期满，甲公司将其出售给丙企现在把它收回来了，卖掉了，卖了九十五，开出专用发票，注明增值税额五点七万元，款项已收，通过银行。那这是卖九十五。 啊，对于无形资产出售，我们是不通过什么什么清理来核算的，直接是把应收的款项，就是这个售价九十五万和账面价值的差额，然后倒挤入资产处置损益就可以了，对吧？那么现在看一看啊，到十二月一日，它的账面价值是多少？哎，公允就是售价九十五嘛。从四月份我们开始摊的，然后到几月份？啊？到十一月份。 请问十二月份当月我要不要算摊销额？不要，新增当月要摊，处置当月不摊，所以十二月份不摊。那么所以呢，从四月份到十一月份总摊销额算一算，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，哎，八个月，这方要算对了啊，不要搞错了，八个月摊销，每个月两万块钱，所以这八个月是十六万摊销额。原来初始成本一百二十万。 就无形资产原值啊，一百二十万，摊销额十六万，卖九十五，那这样答案不就出来了吗？账面价值一百二减十六，16, 公允九十五，把他们两个差额到底计入到资产处置损益就可以了。好了，答案，建阳存款一百点七，一百点七呢其实就是九十五再加五点七，然后雷摊销，注意是八个月的摊销额啊，不是九个月、啊，这边别别搞错了。 带无形资产这两个相互抵消，就是无形资产的账面价值。然后预交税费、增值税、项是五点七，7, 把这些相关的科目发生额及方向全部列出来了，最终把差额倒计计入到资产处置损益就可以了。所以在处置时呢，我们确认的资产处置损益是在借方九万，说明我们是亏了九万，对吧？在借方是亏了，在贷方是赚了。 好了，这些分录我们做完了。我们看题目啊，根据资料一，下列各项中企业发生和结转研究费用的相关会计处理表述正确的是？这是研究费用，所以发生时我们是计入到费用化支出，然后期末再把费用化支出转到管理费用就可以了。所以 A 这个记资本化支出了，肯定不对喽。啊，B 其他研究费用计入到费用化支出，正确。研究人员薪酬。 费用化支出正确，期末将研发支出费用化支出的科目的余额转入到管理费用也正确，那答案是选择 B、C 和 D。根据资料二，甲企自行研发的这个技术成本多少？前面算过了吧，一百二，答案选 B。第三，根据资料1到 3, 下了一到三，下列各项中，二零二一年六月。 甲企业出租 A 非专利技术的会计处理正确的是，它是从六月一日开始出租的。那么六月份呢，我们要确认租金收入，然后结转出租的成本，就是摊销额。所以收租金时借银行存款十点六，其他业务收入十万，进项税额零点六，这个对了。提摊销时注意，我们是记不到其他业务成本的，所以分录应该是借其他业务成本。 两万，带累计摊销两万，所以这个题目呢，答案选择 A 和 C。我们看一下 B 和 D 哪错了？B 呢，它是记管理费用了，肯定不对咯。然后 D 呢，租金收入记到营业外收入了，肯定也不对。所以答案就选择 A 和 C。第四，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一日，甲企业处置 A 非专利技术对当期损益的影响金额多少？刚才说过了。 我们是记入到借方的资产处置损益是九万，借方表示我们亏了九万啊。你亏了九万，是不是导致我们的损益减少九万？那这个题目里面既有正九，还有负九，有负九的话，你就选负九；如果没有负九，你就选正九就可以了。明白了吧？因为这个题目呢，它会导致啊当期损益减少啊，或者说导致利润减少九万。有时候题目呢可能会。 给我们来一个负九，9, 那你有负九的优先选负九，如果没有负九，9, 你就选正九就可以了。最后一个，根据资料一到四，4, 下列各项中，A. 非洲人技术业务影响二零二一年利润表有关项目表述正确的是：营业收入、营业成本，还有营业利润，还有研发费用。先看第一个啊，这个营业收入其实就是我们出租的。 这六个月的收入，对吧？就七台业务收入啊，有没有别的了？没有啊。所以营业收入呢，增加六十万，没有问题。然后营业成本呢，就是我们出租这六个月的摊销额，每月摊销额两万，所以计入到七台成本的摊销额就是十二万八，所以也正确。然后营业利润，这里面注意了，我们从四月份一直摊销摊到十一月份，摊了八个月，其中四月份。 五月份的我们是摊入到管理费用了，因为是我们自用的。然后六到十一月份的，刚说过了，是摊入到财务成本的。所以你不要用六十减十二，哎，直接得出来是四十八，这不对，别忘了这边还有管理费用的，你还得把它减掉啊。所以营业利润你不能只找营业收入，找营业成本，还有管理费用。那么然后呢，研发费用，我们利润表里面这个研发费用呢？ 它原来就属于管理费用的，后来呢把它单独拿出来叫研发费用。那对于研发费用，我们怎么填啊？包括两部分，一部分是我自行研发过程当中发生的这些不能资本化的费用，我记不得管理费用了，哎，这部分是。然后就是什么？就是、啊、自行研发的无形资产摊销时摊入到管理费用那部分。那么其实就是在前面发生的那些费用化支出。 计入到研发费用了，另外还有无形资产摊销摊入到管理费用这部分，就是两个月的摊销额。好了，我们看,看计算，营业收入就是财务收入啊六十万，营业成本呢就是财务成本十、啊、二万，然后营业利润，营业利润一方面就是我们这边的营业收入、营业成本，然后别忘了在自行研发时我们发生了一些研究费用。 计入管理费用了，导致营业利润减少了六十万。十六是资料二、资料三里面八个月的摊销额，整个是八个月。我们出租六个月，有两个月是我们自用的，啊，但不管是我们自用的还是出租的，它的摊销额是不是都是计入到费用了？只不过呢，自用的记管理费用，然后出租的计入其他不成本了。反正一共是八个月的。还有资料三里面租租金收入。 六月租金收入六十万，最后处置时有一个自然处置损益在借方的九万，所以合起来营业利润是负二十五，25, 说明营业利润呢是亏了二十五。那么第四研发费用就是研究费用，资料一里面研究费用发生六十万，再加上四五月份自用阶段的摊销额四万，合起来六十四万。所以这个题目呢，答案是选择 A、B。 和 D，这个题目呢，也是最后一题啊。一般情况下呢，考试的不定线选择题的最后一题都是稍微有点难度的。那我相信啊，你只要是把前面分录你做出来了啊，其实呢，做这些什么资产负债表项目啊，或者利润表项目，你不要担心，就去分录里面找相对应的科目发生额，然后把最终的余额或者发生额找出来就可以了。